我们一起来探讨 LED 灯为什么要用铝压铸吧。首先，铝压铸具有高的重力比，使得 LED 灯的整体质量得到提升。通过采用铝压铸工艺，LED 灯的散热性能得到极大的改善，确保了 LED 灯在长时间工作时的稳定性，从而增加了灯的寿命。其次，铝压铸工艺可以提供细腻的表面质量，使得 LED 灯的光线更加均匀，提高了照明效果。此外，铝压铸还使得 LED 灯的结构更加紧凑，从而减少了空间占用，提高了照明效率。最后，铝压铸工艺绿色环保，可减少废弃物的产生，符合当下的环保理念。LED 灯采用铝压铸工艺，不仅能提高照明质量，还能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。